一生只需要三次好运，一次是遇见你，一次在你眼中是让你爱上我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什么样？阿雪，干嘛？一次是永远陪着你。又怎么了？阿雪，叫魂呐！穿过人海拥挤。别扫了，哎，为人师表者怎么了？想有这默契互相吸引。旁边的，莲雾，谁做手势？原本散落的碎片，你一一捡起。我不要，你先去。拼凑的每一集，一套一套的。我看过王牌对吗？什么时候？大学的时候。龚老师只要一唱歌，谁不笑？那唱歌之外呢？做别的事儿，你也会笑吗？也会笑，就觉得他很可爱，他有莫名的气质，就是老让人想逗逗他。继续你发现所有温柔为你藏匿，沉入你的爱意，想更深入沉溺，连同这没问题，我跳舞可以。你还有什么附加条件呢？那得找一个老师。干嘛呢？是缘分的机遇。从前有一条说话很慢的，它就在海里面游啊游啊游，然后碰到了一个鲨鱼，它就跟开口跟鲨鱼说话，它说鲨鱼鲨鱼，你在干什么？裂出了裂痕，渗透进暖意，哪一面都不太强。照进我的心里。他傻白甜，不赖你这个人。你坠入我心底，还傻着许愿，原来你就是那颗流星。好好，你们以为直播不爽？继续你发现所有温柔为你藏匿，沉入你的爱意，想更深入沉溺，连同着呼吸都能感受到的甜蜜。两座孤岛相遇是缘分的机遇，知我懂我懂彼此，就是不管是对方也好，还是说他对于我也好，任何一方做的这个选择或者是决定，作为知己都是无条件赞成，无条件同意，无条件永远都是协调一致的。想更深入沉溺，连同着呼吸都能感受到的甜蜜，这就是知己。